我们刚刚，对，我们刚刚从大卖场出来，小农现在在踩水坑。雨停了，然后地上还有积水，这是踩水坑的最佳的时机，要不然还要拿雨伞就不好踩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最好踩。我的袜子就是我穿雨鞋，袜子也会湿。从上面进去的。踩一踩回去就洗澡了。裤子也湿了。全身都湿了。回去就洗澡了。今天要踩，你把自己踩湿。好可怕，还好我离你很远。我要一直后退。倒数十秒哦，然后就去找妈妈汇合了，十。9 8 7 6 5 4 3 2 1，好，小农的车子来了，刚好，是吧？我全湿，靠边一点，因为我都全湿。那回去洗澡，刚刚好。全湿。嗯。这边还有一个。这个我要后背抬很高，哦，这里很深哎，它湿到它的胯下都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像拍合跳，拍合跳，你一路踩回家。妈妈现在几点？7:40啊，回家就洗澡，洗完我们早一点洗，因为你裤子湿了，上床，然后爸爸可以念两本故事给你听。然后如果还有时间就可以吧。对，如果还有时间的话。往这里也是水坑，这么深的。满足了吗？等一下，感觉。哦，又来了。看到谁都可以猜。对。那边有个超深的啦，那个我都不敢靠近你，那个很脏，而且那边有摩托车经过就不行了。不要踩那边了，我就记录到这边了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